莫桑比克，莫桑比克大虎虾。哎呀我去，这咋用？不行，得把这个膏给它整出去。那你剪你，到时候谁给我剪？哎呦我去！哎呀，这个膏咋不成形呢？太狠了！蘸点汤汁儿。对，这才好吃。哇塞，这个大肉，生呛，莫桑比克大虎虾。老妹儿，这是你吃过最大的生姜虾吧？嗯。哎呀！我从来都没想过生呛虾吃饱是种什么感觉，今天我觉得可以满足了。我觉得你好可爱呀。哎呀真香。